个人在世界上有八成到九成是不开心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每天都生活在那个不开心的环境嘛，要做自己喜欢的，每天都要开心做自己就最好。14岁出来工作了，以前我是做一个工人，真的是工地助教的，助教那个铜的，但是那个压力很大。工作我只要工作狂，我没有休息的时间了。我每天一年我会用11个月不停地做。70年代开始出去旅游，一年一个月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想一想我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停地做东西，什么都不看见。到我40岁，一边上班一边做，晚上做自己要做的东西。后来我退休了，这真的是我教我自己要做我这份东西。好像你们看我的作品是艺术品，但是我觉得是我的玩具，通俗的，才七人那个人过来跟你一起分享的。很多做艺术，所谓艺术做出来觉得开心，但是很多人看见都很反感了，没有生活就没有灵感，要看要关心世界有什么问题，就将你的感觉用我们的好像娃娃雕塑啊表达出来。你来这里学艺术，我就不喜欢你来学，你过来玩就可以。每个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亲人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是我将我的技术意念跟那个小孩分享，跟年轻人分享，我要他们都认识艺术，从小孩里面开始发芽起来。艺术就是联系那个感情的，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全世界都是为钱为钱，没有那个感情亲情友情的。如果你利用艺术去求名求利，这个绝对不是艺术。艺术不是一个赚钱的一个行业来的，艺术就是调剂每个人的感情，你有艺术的概念，你做人就比较好。你做的东西要自己开心，你身边人开心，你的朋友开心，你最伟大做到整个世界都开心，你就很有成功。